那如果您需要插入自己的准备的图片啊、照片，当然照片比较没问题，你就自己放进去就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一些插图，或者你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学校 logo， 你看我都还蛮用心的，还把我们学校 logo 放进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吧？嘿呀，这样表示我有尊重这里哦。好，那你往下走，有没有一个叫教学参考资料？你往下走，把这五个单元打开，重点就是这两个关键字啦 ，PNG 跟 SVG。好，这两个你一定要会。那这个是我部落格的文章，所以您进来之后呢，如果你想找到已经去备好的，你用这两个就可以找到。PNG 是什么？点阵图。好，点阵图。那 SVG 是属于向量图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你看我就直接用这个关键字，我们来找看看喽。好，就进到图片这边哈。Google 找图，好，比如说我们中正好的了哈，好，那我要找 logo， 这边